多妖后，逻辑不对呀、这声也太大了！你咋的呀？哎，你咋那么狂呢？你一级学的啥呀？我不手里干你吗？这卡牌怎么傻乎乎的呢？感觉啊，一级他学的 E， 我说他怎么老要点我呢？手里干，我手里干。这家伙一直在那点我，咱也不知道他想干啥。我不撇你手里干吗？哎呀，甩着我！他带的什么技能？W 一过来，掏接手里干400块，漂亮啊！寡妇，我就喜欢寡妇，打野。回家了，但寡妇好像现在不叫寡妇了，现在叫痛苦之拥了。嗯，打不了野扣，手里干。哎呦我，这走位走来走去，到底还是没走开。赶紧升个级啊，三级扣，打不了野扣。哎呀，这扣都没甩到，打不了过来。哎，掏 E。行呗，手里干接个刀，好，你把他杀掉。这寡妇行啊，看看效率还可以啊，我过来帮你吧。行，我给你套个点盐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手里干空了。谁知道他不往上面，不往右边走，往上面走啊！这穆迪尔，马上我们升完，把这卡牌杀了。我套一下，再见。啊，这也会死啊！哎，我半管那血被他砸了一下就死了。这不科学呀。他给我点盐了一下，接一个平 A， 带上被动的那种平 A。加塔砸我一下，我死了！天哪，我半管着血，两下，没有一下，是两下吗？
打扮着野扣过来掏一刀，行嘞，手里干。护臂了，行了，这寡妇一看就是想在中路吃经验，吃吧，快快。坚持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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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持住。一个手里干，一个手里干，一个手里干，不行，手里干不到。谢谢红汪汪的飞机，注意了。完了，还没换掉，操！他妈还升级了。这波确实不应该。不行，我跟他换了。不行啊，下回不能跟卡牌有这种换人头的意思，你知道吧？下回不换他，能换也不换他，我们就直杀他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的劫不会再死一把，不换了。我不换了。你不要以为你出了护臂就好使，小伙子。手里干到了，我今天必须杀的卡牌，四秒钟以后杀的，三二一，跑的有点快啊，这波线推进去杀他。我不回去了，你说你咋办？啊，你说你咋办？我不回去了，你说你怎么办？还跑左边，还蹲我去了，无敌尔！我天哪，一个小无敌尔，小无敌尔还要杀我？你倒是杀呀，这不杀了吗？这么个玩意儿要杀我，小伙子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啊？看个眼儿来，走了。回家抽个木印，你挺烦人呢，我这一看呢，干啥呀？来一个德克萨斯木印呀，这木印哪去了？搁这儿呢。带个扫描，完了，药买多了，眼儿买多了，锤石是不是够呛了？
好勾，打扮着 EQ 大过来，平 A 先杀乌迪尔，平 A 抠闪接 E， 哎呀我操，怎么追不上啊？为什么他370我390我追不上他，凭啥呀？我真是佛了。我受不了了，我必须打死这卡牌，我真是有点受不了了，我气死我了，我他妈的，我今天我不打死你，我都不叫蓝林汉。这乌迪尔是想干嘛？他有红，上去杀个积木，你搁那要啥呢？我手里干。差个 ADC 没杀，哎，再吃狗屎！不要妨碍我！好肉啊！真的好肉。我的手里干其实是打到了啊，就是有点肉。卡牌不见了，我杀了九个了吧，这好歹咱也是杀了九个人了。几个人啊，能不能给个查克拉，这查克拉可不够用啊，给个男 buff 呗，三神还直播泪目了，不用泪目啊，我不播了，你们看什么？
哎呦我射我！我就是要在这种重要的节日，啊，让大家待在家里面不会无聊。谢谢蓝脸汉粉丝的一个大火箭。不用送火箭啊，今天不收超级火箭。先来个收集者啊，我韧性好高啊，我觉得我应该存点韧性的，对吧？这把对面控制太多了，我们应该直接点韧性，这都点错了，这个致命一击没什么用。看看拉克斯什么装备吧，这不随便杀吗？这拉克斯，这拉克斯我一个 W 一 Q 就能打死他。靠，谁的虚弱？唉，真可恶啊！还有虚弱这种东西。谢谢一只发芽猴的飞机，没事，下边他们就没虚弱了，我忘了虚弱这种东西了。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Rampage. 这可不行哟。你们不用着急，这拉克斯我必杀他啊！这拉克斯，这拉克斯我必定杀他。他上一波他敢交虚弱，这一波他能不死，我去吃屎！听见没？他这一波不死，我去吃屎！听见没？漂亮的加血，给我！三杀，为什么三杀？因为上边他交虚弱，明白吧？这波如果他交虚弱，能不能三杀？不能，所以上一波是一个伏笔，明白了吧？好，这波寒冰叫闪现，下波寒冰死了，这又是一个伏笔。出个影魔刀，再来个德克萨斯，不是德克萨斯，德克萨斯出完了，影魔刀配个那什么，配个夜刃之风，再来个大青雨或者是九头蛇都可以啊。下边有虚弱，虚弱没有那么快。下边有，好像没有，下边没有，虚弱210呢。不好意思，这波寒冰死定了。你看。一个敢叫闪现杀我的 ADC 呀，他还能不死吗？哎呦我投降了，谢谢蒙爷爷的飞机，你看，直接对面就投降。